我很快把戒指补给你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快跟我求婚，感觉好不真实啊。我自己也没有想过，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结婚，但是我真的不想留下遗憾。生命太脆弱。你说我算不算激情结婚？我是，你肯定不是。你不是16岁就想嫁给我了吗？恭喜你，愿望实现了。是的，我说了好，我答应了他的求婚，因为这是我曾经的梦想，所以我爱丁宇阳，所以我不可能同时爱着若飞。是的，就是这样。喂，你好。妹妹，爸爸接到你的信息了。哎呀，没想到，真没想到，这么快啊！不快，乾隆快婿就应该快。谁乾隆呢？你是你当他讹诈呀？干嘛呢？你的计策失败了，愿赌服输，你生什么气？什么计策？什么赌？哎，这个人前你说什么呢？曼曼，恭喜你啊！恭喜你！接我妈入画，干什么？哎呀！我换你，别撞我！这你看他那臭脾气。我们让你忘东，你就非得忘西。我们要催给你嫁小弟儿呢，你就肯定嫁给路飞，是不是？你这话都是哪儿跟着哪儿，都挨得着吗？不，我们俩是超市的套装啊，不能拆开卖，是不是？还是我们俩的名字被刻在三生石上了？我，你媳妇有什么呀？生活了，好吧？就你这臭脾气，除了路飞，还有谁能忍得了你？丁宇阳能。哎呦，估计他连你爱吃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不知道我爱吃什么，我可以告诉他呀。他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我可以跟他解释，我爱的是丁宇阳。没有人可以同时喜欢两个人，那是有病。你身为一个妈啊，你能不能不要干扰我的选择？能不能不要把自己的期待幻想成丁宇阳？拜托，我已经答应丁宇阳的求婚了。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你好好想想你。好好想想你自己的内心，你想想究竟是妈妈我多管闲事儿，还是咱俩母女心连心？曼曼，你别听他的，别听你妈这扰乱军心了，你赶紧挂了吧，啊，就当现在。你等会儿，我告诉你，曼曼，你仔细的想一想，你想要什么样的答案啊？你究竟是要你脑子里的答案，还是心里边的答案？
是啊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怕你失去最好的。我可以爱你吗，朋友？把东西都拿好啊！恭喜你如愿以偿，抱得男神归来。你可得给我报个大红包，不然我可不去给你当伴娘。知道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哎呦，你们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啊？你不打个电话去接你们？接什么接？我们不是不认人路。再说这些东西筹办婚礼都用得着。叔叔阿姨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你们聊吧。好，慢点啊。再见啊！哎呀，女儿，妈妈，哎呀，我的乖女儿，你终于嫁出去了，爸爸妈妈终于盼到这一天了。爸，别人家嫁女儿都快哭成泪人了，你不说愁眉苦脸一下，也不用这么欢欣雀跃吧？我凭什么哭成泪人？我干嘛愁眉苦脸呀、啊？我就应该欢呼雀跃，是不是啊？是吧？你说，你，是吗？你甭理我。昨天晚上睡觉没关窗户，风吹着，我就管我那事。哎，我还住那间房是吧？啊，慢点。喂。什么？你爸妈来你不在？我第一次见他们你不在？我出差了。晚几天来啊？你现在让我一个人面对四个家长，他们都没有见过面，很陌生的。我们还要在一起探讨婚期这么大的话题。我爸妈平时挺忙的，他们就这两天有时间。你总是给我出难题。我爸妈他们很好相处的，我跟他们也交代过了，他们也见过你照片了，你放心吧。我们家的家风啊一向很开明，啊，这个宇阳的事情呢，都是他自己来决定，我们从不干涉。那选日子是不是还得双方家长来商量啊？毕竟孩子们不懂这些啊。哎，我们那儿吧有一个高人，学易经的，算这个特别好。回头我们不太相信这个。哦，不过没关系。你们选吧，选好了以后告诉宇阳，他同意我们没意见。哎呀，这彩礼的事情不好跟孩子们直接说吧。那个啊，妈，我跟宇阳我们俩财务是独立的。哦，对了，小艾，那个房子最后你们选哪处了？还要买房吗？我没听说呀。可能是宇阳平时太忙了，等他这次出差回来，我就跟他一起商量啊。哦，还有那个事儿啊，明天我跟你阿姨就要出去了，你们什么时候把婚礼的日期定下来以后呢？最好是提前半个月告诉我，我们也好做个准备啊。哦，还有礼服、喜帖、婚宴这些事儿，你们自己定吧，我不干涉。但是买房子还有装修房子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跟我们商量一下，因为有可能我们会来住，也要考虑一下我们的需求，
我们也会提一些意见。嗯，知道了，阿姨。对，咱们吃点东西。哎，啊，我现在一看到手机里的计划表，我就想吐。我刚从影楼交了定金出来，三娘，是我太自私了吗？我为什么觉得很不公平呢？我觉得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，为什么现在都交给我一个人来做？他就只知道出差，他什么都不管。我跟你说啊，男人呢天生就带着熊孩子还有甩手掌柜的急。你还记得我婚礼那会儿吗？这全是我一个人弄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一天最少说20-30次要离婚，不结婚了。到最后不是还是坚持下来了？我跟你说，你呢就别发牢骚了。男人其实都一样，换谁都一样。美女，都要结婚了，不重新做一下头发吗？换个造型，也换个心情。换个发型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麻烦关注一下好吗？拿一份单，好，谢谢。你好，阿贝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，这是一个公益活动，爱牙护牙，关注葛丹刚刚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喂，叔叔，路飞啊，我是想问问你啊，北京它有什么好的这个婚宴酒店？嗯，菜便宜，那个价钱合理，好吃，交通方便的。怎么是您在安排这些事儿？现在啊，什么都是曼曼一个人忙，我跟他妈想帮啊，也帮不上。北京咱不认识，哪儿都不知道是哪儿，说回老家去办吧，人家对方家长还不同意。我会尽快整理一份酒店名单给你，注意身体，别太累了。哎哎哎，谢谢谢谢啊！辛苦了，没事，下回见。再见，拜拜。这头发怎么弄成这样？不好看吗？你现在这时候弄头发，应该跟我讨论一下。跟你讨论，这是我自己的头发，我都不能自己做主吗？不是你先问我吗？咱们都要结婚了，没必要说客套了。你也知道我们要结婚了，你没有精力帮我搞那些麻烦事儿，就有精力在这儿打球是吧？好，你的头发你自己做主，我不说了，行吗？周末陪我一起去看房。对啊，还有看房，你之前都没有跟我说起过。你爸问我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尴尬？忙嘛，忘了跟你说。你忙，就我闲。这是我们婚礼的请帖，你看一下。这设计也太不错了。你还真是做领导了，提意见一个顶俩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，好好改改你的脾气？爱情的火焰总被生活的细风吹灭，
我男朋友都30了，他和他家人都非常的着急，他们就想今年结婚，然后明年马上生孩子，天天催我，催得我感觉我都喘不过气了。哎，其实我就是想自己能够决定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生孩子，难道这都不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你当然有决定自己人生的权利。可是我爸却说，我要是这都放弃了他，那我肯定以后找不到更好的了。我要是不抓住他，原来大家都一样，踩着一堆问题，却非要艰难前行。可是，我竟然一点也不恐惧跟丁宇阳结婚，这又是为什么？难道我又病出新花样了？你想不想知道，陆飞决定跟你讲清楚的时候，跟我说了什么？他说什么？跟你现在说的一模一样。我想你现在应该明白他当时的感受了吧？程曼姐，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啊？决定呢，只能你自己来做。但以我对你的了解，如果你放弃这段感情，你会哭得很惨。但如果就这样走进婚姻，你会哭得更惨。你陆飞哥跟我说过，当脑子累了，运转不来，爱情尽量算不来的时候，就让脑子歇一歇，先交给心来做决定。相信我，此时此刻，在这个世界上纠结的，远不止你一个。我妈帮我爸还债的钱，我没动，所以修哥你的钱，我可能得过一阵才能还上。不好意思啊，欠你这么大一个人情。在这个酒店举办婚宴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办得了的。你欠我一个大人情。话说这女人呢，天天把爱情挂在嘴边上，但是论到痴情啊，真没女人什么事儿。出类拔萃的全是咱们男人。我要是女人，我马上嫁给你。谢谢啊，不用了。你那班长比我喜欢的班长还难搞啊。哎，你看我长成这样，最后你嫂子不还是被我拿下了？你说什么？嫂子就是你班长？对呀。你不是说他不搭理你吗？你不是说你们俩没什么后续吗？哎呀，说来话长啊。话长你就慢慢说呀，你光告诉我一个黑暗的开头，这个光明的尾巴你给省了。你是何居心？我说嫂子她是军长也没用啊，我说了，那你班长就会爱你吗？我现在连最好的朋友也没有了。你不会死心吧？你要在婚礼上抢亲呢？干得过，我们现在去会议室。啊，不行，永太太一罪。杨敏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这个怎么？我说了算吗？你说了当然不算了。那你问我干什么呀？不是这个，你这给人操，还没睡啊？啊，曼曼，哟喂，嘿嘿嘿，头发动过了，好看好看。曼曼，爸爸妈妈呀，给你找了几家婚庆公司，还有办那个喜宴的酒店，你看看，你看哪个好？爸。都几点了还不去睡觉？腰刚好，坐这么久不累啊？我不累，我睡不着。你先看看，陪你想想。去休息。那为什么不说他们孩子？那明天再说也行。不过你也得早点休息啊。我写的是我不知道，而你儿子写的是我更不知道。哎呀，
丫头。妈，我好像发烧了。嗯，少来这套，哪有？可是人家明明很难受嘛。妈，你能不能反对一下？我反对什么呀？反对我嫁给丁宇阳。哎呀，你不是爱他吗？啊，爱情多伟大呀，你多伟大呀！我反对有用吗？是啊，我明明很爱他。闺女，你说你在咱们家长到20多岁，你就没发现一个真理？这一个家庭啊，就像一个乐队，这一个乐队里只能有一个主唱，剩下的全是伴奏。可是我已经把麦克风让给他了呀。你用的这个词，什么叫让啊？啊？你现在就让了他一场婚礼而已，就把你自己怄成这样了，往后怎么办呀？你要让他20年、30年，你还是要让他一辈子呀？唉，这婚姻呢，不是靠让的。两个人的婚姻，那都是发自内心的愿意，那是心甘情愿的。你当主唱的时候，他愿意给你当伴奏；他当主唱的时候，你愿意后退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而且这种愿意是不带着委屈的，所以我提醒你啊，你嫁给这个人之前，你一定要想清楚，你将来跟他一起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懂吗？腿都麻了，别在这儿睡呀，起来！哎哎哎，哎，哎呦，快洗洗漱，回屋睡啊。嗯，再不找你聊聊，我就快疯了。我也是。今天你忙什么累成这样？今天啊，颠倒了亲情。你们俩聊什么了？没聊什么呀，就是碰到了，需要说几句呗。你呢？你今天忙什么？参加了一个社区活动，之前写的关于儿童防治龋齿的论文发表了。公众号接到了第二个广告，还有主任终于同意在我们诊所里面开辟一个儿童绿色通道，是不是挺无聊的？老实说，我现在心情挺复杂的，既为你的成功感到高兴，又如果将来我的事业没有你做得好，你会不会嫌弃我？那你一直都挣的比我多，你会瞧不起我吗？当然了，不然我为什么抢着给你买单？单是种美德。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心态好，脸皮厚，就算一直用你的钱，我也心安理得。脸皮就是厚。
其实我们俩一直都挺幸运的。我们一直追求的事业，既是我们喜欢的，又是我们擅长的。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。是啊，我们的工作虽然看着不大，也很普通，但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。不光给我们一个生活的支持，还带来了很多快乐和成就感。我真的热爱他。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一次又一次验证我的信任，让我知道我是被欣赏的。我还有一个坚强的支持者和不伪装的共鸣。谢谢你给我充电。无限善终。最近我真的发现，我这个人很不完美，很不讨喜，发起脾气来很难看，真的让人很难爱。我终于知道赵超为什么跟我分手之后那么快就结婚了，因为和我在一起，你就会很容易发现别的女人有多可爱。你不许让我不要爱你，就把自己说得这么糟糕。青青，可爱，比我少女。何仙，可爱，比我女人。马玲丽，比你还不会报守秘密。我爱你。我是不是该开点药了？也查看他们北京的朋友。我的脸，你脸怎么了？没毛病啊。谁帮我卸的妆？昨天晚上是谁帮我卸的妆？你自己卸的妆啊，大惊小怪。我自己。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大清早的，犯神经病。妈，你别这一惊一乍的，你赶紧洗脸刷牙吃早饭了。手机有了 3D 扫描功能，每个人都拥有了私人测量工具啊。顾客在家就可以上传 3D 扫描图片到数据库了，这是我们最新的方案，希望您能喜欢。再见。来了，他已经来了。人呢？小安，我想在你好友的见证下，更正式的向你求婚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
正常正常，结婚前嘛，那女孩子为了好看，那肯定都是使劲减肥的啦。哎呀，我的婚戒就只能戴在小指上，还得做好随时摘不下来的准备。我也是。我们来拍张照吧。哎，对呀对呀，来来拍照拍照，拍个照片。大家看这里，1、2、3，茄子哦。再来一张。我想过就我们两个人，有必要住这么大的房子吗？一个月好几万贷款。我自己可以负担，你啊也不用降低生活质量，那套小房子也不用卖。那你的意思是我不需要提任何意见了？我觉得在投资的领域，你确实不用给我什么意见。那你何必带我来呢？自己决定不就好了？你有居住权啊。唉，这么看着你还真有点失落。你是我身边唯一没有结婚的人了，眼看你步入围城，真有点小伤心。干嘛？
怕我婚姻不幸啊？呸呸呸！不是，我呀，是怕失去了一个给我们提气的独立女性，又多了一个为孩子、为家庭付出一生的普通女性。我还希望你能实现女性的终极奥义呢。女人的终极奥义是什么？幸福。你也太瞧得起我了吧？我哪给女性提气了？以前没有人爱的时候，我受气丧气的样子，你全都忘光了。你还没有人爱啊？那个陆三，我就给你倒茶。啊，我第一次看到像麦素这样的男人，一个新郎换衣服比新娘还慢，男人比女人换衣服慢的。好看吗？美。拍照就先凑合一下，到时候婚礼的全套衣服都去巴黎定制。巴黎？不用了吧？为什么不用？我要让你变成最美的新娘，我们的婚礼啊，一定是全世界最棒的婚礼。大多成功男人不都这么想？啊？我是说，难道最贵的就是最幸福的吗？没错，贵就是幸福的开始。对了，你的伴娘请的是谁啊？小美。小美是路飞那个妹妹吗？对啊。不行，不合适，你再换个人吧。这你也有意见？那既然不合适，你为什么不把伴郎给换了呢？伴郎我请了路飞啊。你说什么？伴郎和伴娘是兄妹俩，太奇怪了。平时怪我不管，管了不高兴。你还拍不拍呀？我想过，是不是因为浓厚的友情里必然有与爱情相似的成分？我也想过，是不是因为专一这件事儿对我和我的家庭有特殊的意义？我还想过，如果有些人的出场顺序做了调整，结果会不会难受？我曾经推翻过一切的条件，但是我爱你这个结果依然成立啊。你们俩起来了，来来，快到沙发上来坐。怎么了？这是我给你们俩准备的早餐，爸尝尝。粥，妈。哎呀，无事献殷勤，必然有缘故啊。嗯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我不能。说吧，说吧。我不能嫁给丁宇阳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不能带着这么多问题嫁给他，这样对他太不负责，太不道德。不是，哪有问题？不是有问题，你跟爸妈说清楚，我们得解决呀、啊！你让他把话说完。
别说话。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我不害怕嫁给丁宇阳，不是期待我们未来的生活有多美好，是我不害怕最坏的结果。即便有一天我们离婚收场，我都不怕。不管是感情平淡了，没爱了，出轨了，我失去他，什么理由我都能接受。但是换成卢飞，我会疯的。当我发现了这一切，我开始恐慌。我这个婚我不能结，爸妈，我给你们丢脸了。哎呀，什么丢脸啊，闺女，我们的脸面哪有你的幸福重要啊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们的脸面也挺重要的呀。别捣乱，别听你爸瞎说啊。我告诉你，到时候让你爸拿着请柬站在酒店门口跟人家鞠躬道歉，他都愿意。对不起妈，对不起，我太自以为是了，我太自私了。哎呀，都是我的错。哎呀，傻宝贝儿，你啊，从小到大你就是欠揍的，但你从来都没让爸妈失望过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你看这么大的姑娘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是你难看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娘俩别拿儿女轻身了，我同意了吗？我答应了吗？都是我从小把你给惯坏了，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吗？啊，说玩就玩，不玩啊，散了，各回家各找干妈吃饭去了。亲戚朋友咱先不说，那当事人知道吗？你看，你爸现在该拿麦克风了。赶紧回你屋把衣服换好了去。换衣服？啊，我陪你一块儿去找那丁玉阳赔礼道歉去啊。爸，爸，谢谢你们这么爱我，剩下的事情就让我一个人去承担，让我自己去面对，你们别担心，我是你们培养出来的又臭又硬的艾若曼。爸，信号不对，我们不应该勉强去适应。我不接受你的退婚。是不是我请陆飞做伴郎，所以惹你不开心了？你没有问题，是我太心虚了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不是小事，都是让人知道我们要结婚了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惹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祸，我会尽全力去弥补。我跟你说，我把我们未来的计划都做好了，从现在开始创业，五年后杀回美国，十年后财务自由，我带你和孩子全家移民美国。
笑什么？有什么可笑的？我觉得很感动，谢谢你把我装进你未来的计划里。但是你这十年的计划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一个字，没有跟我商量过一句，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分歧。你想要决定一切，而我想要的是也有决定的权利。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安排呢？我听你的安排是因为你是对的，或者是我心甘情愿，并不是因为我别无选择。太自我，太争强好胜。是，我承认，我们都太能干了，在精神上不需要彼此，我们也太像了，我们都好面子，我们都只顾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。这是我第一次求婚。你上次潜水差点出意外，你感觉你的人生没有婚礼很不完美，恰巧这个时候我是最适合和你结婚的人选。但是你有真正审视过自己的内心吗？我是可以和你一辈子走下去那个人吗？我的缺点你可以包容吗？我的优点你可以欣赏吗？还是你和我一样，不害怕这场婚姻，是因为不怕最坏的结局？我们都冷静的好好想想。这什么呀？丁宇阳跟你要违约金啊？没有，但是在结婚上他也花了不少钱了，我算他补偿给他吧。你还有钱吗？没了，所以我打算把这个房子给卖了。嗯，笨丫头，你这叫什么知道吗？你典型的上火非吃大辣椒，你嘴巴痛快屁股难受。你能别这么话糙理不糙吗？我乐意。那我不要你和我爸的钱啊。这不是我们的钱，你自己的钱。姑奶奶，我的钱啊。您把我给您每个月的月俸钱都存下来了。照你那种花钱的方式，你存得住钱吗？闺女，告诉你啊，再教给你一招，这个呀叫留后手，懂吗？就您这掌权的，不敛财还往里倒贴，你也太不会执政了吧。执政也是为民嘛，现在我算是还政于民了啊。哎哎哎，我还没谢主隆恩呢，你就着急走？平生吧，不用谢。臭丫头。妈，我以前觉得您特别不爱我。啊？起码不像别的妈妈一样总把自己的女儿挂在嘴边。现在我发现了，你是最爱我的。废话。谢谢您在我人生最重要的分岔路口
把我领到了最正确的一边。哎呀，我这一张银行卡就买了你一个嘴甜。你能不能别这么对我？我到底遗传了你多少基因？就你这智商，就这智商，你还遗传我呢？嘿，美的你，不管你，走了。走吧，陪你逛街。你的脚好了吗？早的好了。你当时受伤的时候没有照顾你，我觉得挺过意不去的。没事儿，都是小事情，过去了。小事情过去了，你对我的感情也过去了吧？我们的分歧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角度不同。在你眼里我是袖手旁观甩手掌柜，在我的角度上是我对你的信任。我明白，我所谓的关心不够，在别人眼中就是足够自由，所以真的没有对错。当初我在你的心里是100分，现在还剩多少？不及格了吧？但你当初为什么要给我打100分呢？我在你评分标准里的一切优点现在都还在，可是分数就不及格了。是你的评分标准变了吗？你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什么评分标准。我现在依然可以看到你的优点，依然很欣赏。但决定两个人能走多远的，往往是缺点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你要的，就是一个像我今天这样，把时间都花在陪你逛街。陪你无所事事一整天，却不流露出一点不耐烦的男人吧？你肯定觉得这是在浪费生命吧？你从认识我的时候就应该知道，这不是我的风格。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把你变成今天这样的你。老实说，今天一天我过得一点都不轻松。你也累吧？我们两个在一起好像太累了。不是吗？小爱，小安，如果那天在那顿冷掉的外卖当中趴着一个睡着的你，我一定会觉得那是我生活中非常幸福的时刻。
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我们都在不了解彼此时，就给对方在心底给对方画了一个完美又失真的画像，然后我们涂涂改改，今天加点退让，明天加点失望。你说最后这幅画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如果我们再不分开，生活将会被这些细小但又伤人的失望填满。我想连最初的美好都舍不下。如果我们早些年认识就好了，在我们还愿意为对方付出的年纪，在我们还没有变得这么聪明的时候。是啊，你比我聪明，肯定比我看得清楚。我不是看不透，我是舍不得你。你这个及时止损的人，发现路走错了，就不愿陪我多走一步，多走一会儿了。但是我陪你走到了红毯，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。你别这么煽情了，不适合你啊。我这么煽情，你也没哭。前前后后，我为你流过太多的眼泪，以后就只想送你笑容。伤心的人爱听情歌，用别人的故事暖和我，从难过变成我不想了，甜蜜也甜蜜过，苦涩也苦涩了，别戳破。孤单的心怕看流星，被雨落的痕迹提醒我。让你久等了。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妈呀又问咱俩什么时候结婚了。哎啊，我觉得咱俩还是尽快把结婚的时间定下来吧。我暂时还不想结婚。不想结婚？别开玩笑了，别淘气，跟你说正事儿呢。这么久了我一直
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。停。你要是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咱们就不说。你说今天心情不好，那咱明天再说这件事儿。走。我已经慎重的考虑过了。青青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儿了？或者你觉得我对你不够好？没有，你对我非常好。